些这些兄弟姐妹们都很能歌善舞啊，但是这个现在呢，说实话，我现在心里也很痒痒，我也很想为大家高歌一曲。然后刚才又听宋飞啊说我的速配星座是处女座，所以我现在很想在下面找一个处女座的女生跟我一起合唱，这也是我大学四年的心愿哈，有没有？别找了。我相信啊，在我的心里面一定有跟你一样的恋爱频率，所以说我现在就要下去找你去了。我希望我那位女神能够出现啊，那位处女座的女生。Music。还有什么你就说
觉得吧，其实吧，你说咱们外边光有光能唱歌的，或者是他只能跳舞，那就没有人既能唱歌又能跳舞，歌舞双全的人呢？真棒，他又挑毛病了，就是爱唠叨。好，你要歌舞双全的，对吧？对。接下来呢，还真就有一个歌舞全才，一个重量级的人物，想不想见识一下？当然想了。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梁学山为我们带来歌舞表演，登上，有请。
舞蹈。刚一踩舞蹈头，我们就想起另一个五星，我们学校五星级社团啊。大家不知道啊，现在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出演过各种剧的那个东方剧社哈？但是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今天呢，我们东方剧社也照旧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古典的剧，这就是《秋香点唐伯虎》，下面掌声有请。